time trail。我觉得整个连接过程还是挺方便的，在连接之前需要转一下白色面，激活一下魔方。连接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进入挑战模式。现在哪怕你打乱错了方向，它都会提示你怎么样把它纠正回来，然后按照打乱公式正确打乱这个魔方。我刚刚已经转了几把，然后我们再来玩一把试试看。你在这里，它就会显示。